时间，我哋马上欢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团长率领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嚟到香港。代表团咧将会喺8月29日，即系今日至到31日啦，一连三日咧喺香港进行各项嘅活动噶。咁期间咧，代表团嘅成员咧亦都将会出席奥运健儿大汇演同埋两场嘅奥运健儿展风采运动项目示范，合共有3场嘅公开活动。